我看他怎么表现。我把这插上。换完了？换完了。干啥呢？你喊啥呀你？你吓死我了你啊！你干啥呢？我干啥呢？我你凭什么把我手机线拔下来插到你手机上？哦，你看到刚才那一幕了，但是我必须纠正你，我确实啊把那个手机的线拔下来了，然后换了一个手机我插上，但是我插上的那个手机绝对不是我的手机。不是你的是吗？不是我的。那行了，那也别充电了。干嘛？干嘛？哎，我摔他，你信不信？你爱摔就摔呗，反正他不是我的手机啊。我让他嘴硬，我把他话费都给他摔出来了。等会儿，哎，我跟你说啊，你别后悔啊，你摔得粉身碎骨，我可不赔钱。有本事你就摔，让不让他摔？摔！停！你还真摔呀、啊？这是客人的手机，咋不摔了呢？赔不起。你还知道赔不起呀、啊？你说这客人也真是多缺德啊！为了他手机充电，他把我手机打开的，你说多烦人！你说这放下，那是我的手机。我手机呢？让客人拿走了吧。他拿我手机干啥呀？他以为是共享的呗。充电可以共享，那手机能共享吗？那没办法啊，他以为就是呗。老范总啊，老范总，哎呀呀呀呀，别找了，你不应该叫老范头，应该叫范叔，再叫一遍，范叔，哎，这就对了。我跟你说啊，你范叔现在回不来，忙得很呐、啊，给二狗子家看店去了，连自己家都看不明白，还要给人家看去，没办法，人手不够嘛，两边店一块看，这也算是共享吧。大舅啊，啊，怎么的？现在都有共享老头了？你想要一个？我要那干啥呀？我也不缺爹。要啥？我手机呢？你能不能不吓唬我呀？你手机不是让客人拿走了吗？你急什么？你等一会儿，他就把手机给你送回来了吗？对，你等他回来。哎呦，你看我怎么教育他啊？啊，太不像话了。你说现在这人多缺德呀！啊，为了自己方便，他什么事他都干呢。是不是？你看这共享，共享，大家就要遵守这共享的道德规范，是不是啊？既然你说到共享了，我就跟你说一说，你同不同意我这观点啊？既然是共享，大家就应该共同的啊，急别人之所急，之所急嘛，想别人之所想啊。你这不挺明白的吗？你对共享理解得很透彻呀，现在我就该问你了，那你为啥把这共享单车的车座给投下来了呢？大秀啊，我这还有点事儿啊，我先去办事儿。说到关键的问题，你给我说清楚，到底怎么回事？你过来，你找什么呢？不是我车座呢？找车座啊，哈哈，那就对了，慢慢找吧。哎呀，我就不跟你聊了，我得走了啊，慢慢找车座吧。站住！你又干啥？一惊一乍的。拿住！拿什么？给我安上！别！哎，你别搞错了，这不是共享的，这是我自己的。什么你自己的？是大伙共享的，我刚才就骑着他来的。你再说一遍。我骑着他来的，大伙都看见了。我刚才大家听见了，他说他是骑着他来的。那好，既然这样的话，我呢就把他给你安上，然后你必须骑着他回去。你要是不骑怎么办？我不骑，我是茄子，我大撇茄子，我还。各位都听清楚了啊！我现在就要给他安上了。他说了，他要是不骑，他就是大号的瘪茄子。安上！哎呀，哎呀，我的妈呀！想整我？你说？哎呀，安上了啊！啊！当当当当！
的臀部放上。七呀、啊，大舅，你这是怎么变的？这是啊？怎么是我变的呢？他非要骑。大秦，哎，范叔，你要骑这个呀、啊？不是我骑吧？我不是，我车座呢？什么车座？不知道啊。都是车座。不是我放车座。你少说废话。你刚才跟大伙说了，你要是不骑，你都是茄子骑，赶紧骑榴莲回家。大舅，你说我要骑着屁股都是眼儿，那得多疼啊！你怕疼啊？你把车座拔下来，别人怎么骑？别人骑不疼吗？这样，你看，因为什么呢？不着急吗？大美找我办事儿，咱们小区的共享单车又少，我寻思这万一别人拿走了，我办事儿这不耽误事儿吗？你知道我是个大龄青年。你说你错没错？我错了。今后改不改？改。他说改，必须改。改。你要是不改是啥？我大瘪茄子。大家给你作证了啊！你都说了啊！你要是不改，你是个大茄子，大瘪茄子。好，那我再给你一次机会。行了。啊。那个啥，老三头，这个还归你拿走。我把那车座给他拿出来。你没骑吧？我没骑。你要骑了，大米粒他没法吃了。自己安上吧。哎，谢谢大舅。然后骑着车走。哎，对了，我还得跟你交代一下。哎呀，这个手机呀、啊，它也是你的。谢谢大舅。骑着走吧。哎，谢谢大舅，那我走了啊，不说了。哎，你要早这样表现不就好了吗？你看看。好了，我走了啊。好，以后别干这事了啊。哎，不干了，走吧。哎呀，要说这小子，你逼。哎呀，不行啊，我得让他回来呀、啊！回来干啥呀？那手机是他的，手机套是我的呀。那你也不用着急。我咋不着急呢？这小子马上就回来。为啥他还回来啊？他给大美买的花还在这儿。不是，那他万一要不回来呢？他要不回来就太好了。怎么着？这花就算咱共享的。哦，那既然这么说、啊、咱现在就把它共享了吧。好，今天各位来的都不白来啊，鲜花给你们了、这也算是共享的了。要不我这这这这这一会儿还得拿回来呀、啊、不行啊，咱把人花给拿去，万一大裙子回来要花咋办呢？大裙子要回来呀、啊、我花了，我花了。哎呦，我花了。你着什么急呀、啊、你那个花在这儿呢。